一般人可以演不了灰姑娘。离婚吧，我先认输了。善良是我现在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，无论用什么办法。 这个虚弱憔悴失眠状怎么样？可以，马上就要奄奄一息了。谁啊？你好，我是闪送，这是你的枕头。哦，谢谢。 上钩了吗？ 来了不就行吗？他生气了，完了，这回是真的生气了，老板。 自从修改了元宵节的资料以后呢，我们就立刻找到了一位想要进一步发展的男士，一位江先生，私企老板，各方面呢都要比元宵节好。两人相处下来呢，他们觉得非常不错。前一阵子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，准备订婚。大概就是这样。另外，还有一件事，普利莫达的鞋子已经发货了，会员那边我们也都安抚过了。知道。 老板，您之前跟我说过，爱情要透过外在看本质。既然如此，你又何必一直跟温柔小姐赌气呢？我没有跟她赌气啊。如果我当初我没有走进那间小屋，什么都不知道的话，我跟温柔依然会很幸福。我在意的根本不是她的家世情况，而她从头到尾都在骗我。静静。 你先去忙吧。哎，温柔，你这样是要感冒的。我这样才能清醒一点。 朋友圈我给你安排了啊！好。你要亲亲也不用对着吹啊。那你就不懂了。
这样才能让心境平和。我觉得我妈说的对，我觉得起码在家庭背景这件事情上不能像是欺骗。只要善良今天能来，我就把万里的事情告诉给他，或许会有转机。你不是最讨厌别人议论你家的事儿吗？你怎么……我更不想失去善良。这怎么不凉了？你能别这么折腾吗？放心，这件事情上我有经验。看来只能使出我的必杀技。乳酸菌，过期的，我买回来，放了一个星期。怎么样了？不知道我会来，谁知道？不知道，怎么这么凉啊？凉吗？这挺热的呀。温柔生命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，你快看看他吧，快死了。我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体温多少？我没事，回去吧。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我，善良。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等病好了再说吧。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没有什么胃口，但是我想喝一点粥。粥？如果是你煮的，那就更好了。白公寓啊，你们这个居民楼的隔音太差了，楼上楼下的声音我都能听得到，你们赶紧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。我怎么解决啊？我说大哥，你有钱你去住大平层啊，那儿安静啊。我住的就是大平层，而且一梯一户特别安静。你们这儿不也是居民楼吗？除了面积不一样有什么区别？你们是物业，居民遇到问题你们就应该来解决。我现在住在这里就是这儿的住户。谁有大平层不住住这儿啊？喝多了吧？你在
知道吗？善良他平时很少动手的，他居然手忙脚乱的在厨房给我煮粥。虽然说没有成功，但是我真的好开心。哎，他甚至还点了外卖。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我都在你家冻感冒了，你还在这给我秀恩爱。粥煮好了，你尝尝。但是我没有什么胃口。你吃了东西病才能好得快，毕竟是我花了好长时间熬的。那我就不辜负你的一片好心了。烫吗？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了。那我去那边等你。其实你根本就没感冒，真感冒了怎么会穿这么少？这又是你的小心机，对吗？老公，不要那么草木皆兵嘛。我都这种时候了，怎么会耍心机呢？我就是因为穿成这样，所以我才感冒的。你在这等着。别动。回去躺着吧。老公，我还没有原谅你呢。我不应该欺骗你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我从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纯粹是为了想要达成合作。可是你在会议室里说的话真的感动到了我，你看到了我小羊皮的垫脚，你看到了我的用心。那一刻你就住在了我的心里。我喜欢上你，是因为只有你才看到了我的用心。我就是一个灰姑娘，我对自己没有信心，所以才会欺骗你。我真的不能确定，王子爱上灰姑娘，到底是因为灰姑娘本人，还是因为她的南瓜马车水晶鞋呢？在你心里，两个人在一起的基础就是要门当户对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如果我不撒谎的话，我可能连喜欢你的权利都没有。可是在我心里这些都不重要，两个人在一起的基础是彼此坦诚。是寻觅的标准制度让我误以为你是在意门当户对的人。可是那天在试婚纱的时候，我听到你对健健说，仅凭一份资料就对一个人下判断，这未免过于武断肤浅。我就知道了，你不是那样的人。可是我也明白谎言有多可恶，我才不敢继续面对你。其实我今天一直在偷偷的看你，我看到你手忙脚乱的为我熬粥，我还看到你打电话，
你说这里跟大平层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可是你越是这样对我好，我就越害怕失去你。那你刚才偷看我，你知道那粥不是我熬的吧？我知道，但是特别好吃，跟你亲手熬的一样好吃。老公，对不起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生气了？你不会失去我。如果你能早点告诉我真相，我又怎么舍得冲你发脾气呢？以后不要再庸人自扰了，相信我。你不会被我传染了吧？好像是有点不太舒服。老公，那个这个体温枪是恒温的吗？嗯。所以你根本没生病。你一定是被我给传染了，所以咱们两个温度才不一样。要不你再试一遍。哎，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听我解释。解释。喂，静静，你去帮我办件事儿。爸。哦，来了。嗯。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哎，温柔没跟你一起来啊？他有事儿在忙呢。有话直说，你们这些年轻人脸上是藏不住事的。我以为我跟温柔会像你跟妈妈一样，彼此信任，没有欺骗和伤害。哦，那说说看，我看看到底有多严重。温柔她骗我太多了，什么在意大利留学、创业、高端设计师、家境不错，从头到尾全部都是装的，品牌是假的，生病也是假的，我现在都不知道他爱我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假的。爸，你听到这些怎么一点都不惊讶？你不会早就知道吧？你早就看出问题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觉得吧，你说的这些都是外在的，都不重要。你真正在意的是温柔是不是真的爱你。是，我现在都不敢想。你的这件事一定要相信爸爸。什么是真正的爱？那就是大是大非面前挺身而出啊。鞋子的事情他怕你难做，
他悄悄的就把事给办了，这不就是对你的爱吗？可是他骗我。你觉得我跟你妈妈的感情怎么样？从我记事起，你跟妈妈就是人人羡慕的模范夫妻。那你知道我们是怎么在一起的吗？不就是妈妈的自行车坏了，您帮她去修车。哎呀，上班的路上你妈妈的车胎爆了，气全都漏光了，她站在马路边上一个劲儿的哭，我正好路过，三下五除二就给她修好了，成功的俘获了你妈妈的心。可是你妈妈一辈子都想不到那车胎上的钉子就是我扎的。你扎的？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完美的，看你真正在意的是什么，看人看本质，温柔的本质是爱你的。江先生发现袁小姐的真实情况了，他很生气，在网上发一篇长文控诉我们。不仅如此，在江先生和袁小姐解除匹配之后，有很多女客户有意向要见他，他现在更生气了，他认为是我们寻觅和袁小姐联手欺骗他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件事情也是因我们而起，先解决眼前事。我看一下这个文章。现在网上的舆论已经发酵了，有很多人都在骂我们寻觅，因为包装客户，这在行业内很普遍呀。不是，大家都在质疑我们寻觅的等级制度，认为是我们太过看重外在物质条件才制定出这样的等级制度，有点麻烦。醒了？我怎么了？你吓死我吧，我来的时候你在这发烧38度，我还以为你死这儿了呢。善良呢？他也太不靠谱了吧，不管公司出什么事儿，你都这样了，他是不是应该也跟我说一声啊？公司出问题，寻觅怎么了？你还不知道？这两天你看新闻上这不一直发吗，说在寻觅找对象都不靠谱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我就够善良忙一阵子了。你先好好躺着吧，别管了。你跟他坦白了吗？没有，善良他发现了我那个恒温体温枪，他最在意的还是我欺骗了他。我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要让他知道，无论我们是怎么开始的，我对他的爱都是真的。这份道歉声明发出去等于承认错误，我们只能被动挨骂了。不管后续怎么解决，我们都要表态。爸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什么事儿？江先生撤销了投诉，还给我们寻觅发了道歉。江先生，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你突然之间改变主意了。温小姐之前找我聊过一次，就坐在你这儿。寻觅派你来的吧？我记得我跟寻觅的人说过了，绝对不和解。江先生，我理解你现在非常的生气，你觉得你自己被骗了，你择偶看中的是对方的物质条件，那你怎么知道别人看中的不是你的物质条件呢？你想找一个真心喜欢你的人，还是没那么喜欢你，但是更在意你条件的人？我当然想找一个真心喜欢我的人，但是我这个人最大的心病就是别人只在乎我的收入多少，所以我要求跟对方门当户对，女方有钱她就不会那么在乎物质条件，这有问题吗？所以我有一个方法可以帮你筛选出真正喜欢你的人。从那天起
我就把我在寻觅上所有关于房子、车、收入的信息全都删除了，我只留下一些兴趣爱好，登山、健身。之前那些跟我聊的特别火热的交友对象，慢慢的就消失了。大家都以为我破产了，只有袁小姐她还经常能陪我从晚上聊到天亮。温小姐上次跟我说，说童话里的爱情故事和生活里的爱情故事差一座桥，而寻觅 APP 就是这座桥。寻觅帮助客户做一些适度的包装，为的是让所有人可以拿到爱情这个游乐场的入场券，我觉得特别好，让他们透过外在来看本质。这份新资料就当作是袁小姐的入场券，我相信她一定会找到那个真正欣赏她的人。温柔她懂我。你们寻觅不在乎客户的物质条件，你们的员工不在乎，单先生你更不在乎。善良，你好。你好。别谢谢你。老板，温柔小姐帮咱们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，你不真的见见她？欣姐，你现在还觉得寻觅的会员分级制度真的对吗？我觉得呀，不对。现在的等级制度呢，本来就是老股东们留下的。以前的爱情呀，以家庭为基础；现代人的爱情以个人为基础。门当户对呢，本来就是老的传统思想了。既然现在您接手了寻觅，随时可以改掉它。我给江先生出了一个主意，幸好这个袁小姐争气，没有其他人去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要怎么收场。解决了就好。你怎么样了？吃药了吗？善良找你了吗？去了，我好多了。至于善良嘛，说不定他现在正在给我打电话呢。而你，就是因为你太占线。哦，真挂了。一个是无论是谁，他一点都不了解。老板你好，我也不好意思啊，今天的面包卖完了。卖完了？哎，这个不是还有一个吗？这个是别人预留的，抱歉啊。预留？你们这里还能预定吗？哪有什么预定，都需要亲自排队买。只不过呢，有一个姑娘，她每天都过来，家住的又比较远，我就给她预留一个。哎，来了，就她。是真的生病。拿着，喝掉。
要太苦了，吃点甜的。老公，你不可以走。知道了，我不走。你可不可以为寻觅的事情生我气？我不是因为寻觅的事情才消气的，我是因为得到了我想要的答案。我相信你爱我这件事情不是谎言。我怎么可能撒谎？我那么爱你。我看过公司的监控了，知道这些都是你自导自演的。既然你主动交代，那我就不深究了。但是我没消气啊。我也用心了。的确很用心。哎，老公，你都听懂我说的话？我们真的是心有灵犀呢。我没听懂，我是自言自语。哎，你不是说不走吗？我去给你熬粥。我们出去散散步吧。按一下。我知道你怕黑，所以我就让健健布置了一下。但是物业那边你这……他这里的灯已经坏了半年了，物业从来都不管。你记得我怕黑。你还足够细心照顾到所有的点滴，老公，你的细心，你的付出，才是我爱上你、愿意嫁给你的原因，跟你的家境、身份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嫁的是当初在保安室为我伸张正义的你，是唯一一个察觉到我设计里良苦用心的你。是在黑暗中送给我这满天繁星的你。我知道我这一次可能很难让你重新相信我，可是我觉得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希望，我还是想试一试。你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其实最让我生气的是你为了演戏不爱惜自己的身体。有些谎言会伤害别人，但有些谎言只会伤害自己。温柔，你能不能放下所有的不安？有的时候不是我不信任你，而是你不信任我，所以才会发生这些事情。我知道你怪我骗你，可以前每当我说实话的时候，他们总是不相信我。星星本身是闪烁的，但是到了市区就会被城市的灯光掩盖它的光芒。你不甘心，所以才假装自己是城市的灯光。有的人喜欢霓虹灯，有的人喜欢太阳，有的人却喜欢萤火虫。他们光芒的强弱并不会影响爱慕者对他们的判断。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出身高贵，那其实18年前我们已经遇见过。当时我的妈妈去世了，我特别难过。妈妈虽然去世了，但她变成了天上的星星，晚上会一直陪伴我们。我不是因为妈妈，我是同学们是跟你不熟，老师跟我说过了。你要学着跟同学们一起交朋友，你
同学们会慢慢喜欢上你的，好吗？嗯。那爸走了。我在学校被同学孤立欺负，是啊，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块宝，没有妈妈怎么了？然后你就挺身而出，赶走了那些欺负我的同学，把我从低谷里拉出来。温柔，其实在保安室外，你说你叫温柔，我就知道是你，是当年那位善良勇敢的女孩。当年就像灰姑娘的故事一样，你走的时候丢下了一只小白鞋，我一直留着。这么多年还真是一点都没变。那你当时怎么没有跟我相认啊？我当年这么胆小爱哭，我不想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。所以你不怪我骗你了？爸爸说过要透过外在看本质，那个在电梯里为了外卖员跟女客户打架的你，就和你那时挺身而出为我赶走那些同学是一样的。那个勇敢坚强耿直的女孩就是我喜欢的本质。我们能够再次相遇，我真的很幸运。那你喜欢的是当初电梯里遇到的那个，还是当年替你打架的那个小女孩？在电梯里的你跟为我打架的那个你是同一个你啊，我都喜欢。其实相爱的过程最有意思的就是透过外在看到真实彼此的过程，你的每一面都是我喜欢你的原因。温柔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重新开始？只要你以后再也不要骗我，所有发生的这一切我都可以当作从来没有发生过。以后不再撒谎，一切就当没发生过。嗯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我再也不会骗你。老婆，你就是那个最美最善良的女孩。哦，才一个星期，怎么感觉像过了那么久似的？跟我来。老公，你这是……你不是最喜欢看星星吗？老公，谢谢你。经过了这次的事情，我也有所反思。我打算取消寻觅原有的会员匹配制度。爱情是没有规律的，爱的感受才最重要。我把普利莫达的商标买回来了，而且我也知道你买了万丽鞋子的事情。谢谢你让我感受到爱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老公，谢谢你。老婆，你知道吗？寻觅的客户收到了两双鞋子，反而有了对比。收到礼物的客户都说
Polymoda 的鞋子更舒适，更美观。真的？真的。客户的反馈才是最重要的品质保证。我相信 Polymoda 一定可以超过万里的。嗯。不过，这个单词的意大利语好像不是这么念的。你会意大利语？嗯。那是法语。你也会法语？哎，随便，爱什么语什么。嗯。哎。店里水晶鞋销量又上涨了。你刷单了吧？现在网上好多人都说 Polymoda 的鞋子比万丽的好，你要知道寻觅那边的客户都是什么人啊，这些销量肯定是他们带动的。老公啊，你今晚没浇水。为什么呀？有人出生是公主，有人出生是灰姑娘，也有人只是灰姑娘的姐姐。不是我做的，我没有泼人。你还说，人家学校保安都找到家里来了，还拿着你的校服，上面还写着你的名字。我上学就没穿校服，是温馨说她的校服弄脏了，穿了我的衣服。不是我。你还推给妹妹啊？你看把妹妹委屈的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把人泼湿了，你还不承认错误，赶紧给爸爸妹妹道歉。不是我做的，你们怎么不看看温馨今天回家只剩下一只鞋，泼水的人肯定是他。你做什么事都要看爸的脸色，温馨做错了事偏往我身上推，你们偏心。做错事情承认一句不就完了吗？不是我做的，我为什么要认？好，是妈妈没用，妈妈教育不好你，行不行啊？明天我就把你送到寄宿学校去，我让老师好好管管你。妈。心动，擦
暂的淡漠，守望着，却徒留黑白色。我们彼此相伴，世事变化，走过那些阑珊角落，而这银河漫漫灯火，装扮从未被消磨。练习纷扰不安，嘲笑。所有执着，总有拥抱化作港湾。你和我，我们彼此相伴，世事变幻，走过那些阑珊角落，而这银河漫漫灯火，装扮从未被消磨。心动，